现在的民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超过十点之后，级别的多人啊，好可爱呀、啊！在那看我会疯掉。都是 local Korean 的地方，韩国当地人怎样喝他们的酒？梨泰院打卡拍照，棒棒哒，是不是很有 feel 嘞？圣水洞的 Dior Pop Shop 我买到了 ，Anders 呢带我们去看的。大家好，又是我美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我人在机场，准备飞韩国。这次的旅行除了我和 Alan 之外呢，还有 Eli。想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就是 Suppose 呢，我九月尾应该要去做工的，韩国做工。然后那个 KETA 韩国的入境准证approve不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当我拒绝 client 讲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有 approve 就不可以入境了嘛。讲了那一个 message 之后哦，下一秒我的 KETA 他 approve 了。那我越想越不敢演，我就觉得approve 了不去好像有一点浪费。虽然这个 KETA 啦是可以 valid 两年啦，但是我又觉得他都 approve 了，然后我刚好很想要放松，所以我就买机票了之后呢，我就叫 Elise 马上也申请 ETA。 如果这个 KETA 也 approve 的话，你就跟我们去。哎，他 on 我。我那时候看这个小红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是那么的难 approve， 跟很迟才知道那个 result 的，可能他们拍错照片或者是填错资料，也有可能会 decline 的啵。如果你们有 plan 要去韩国的话，麻烦快点申请。加买拜六礼拜的话啦，我足足用了12天才 approve。然后 Elise 呢，他就用了8天，对啊，8天，比你快。对对，可能年纪的关系。其实我也蛮开心啦，因为现在的韩国的天气是凉凉的嘛。然后我最后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就当作是一个 relax 的 trip， 拍拍照，吃东西，shopping。好了，今天暂时就这样。我们去了韩国的时候呢，再给你们看看我们去哪里，去哪里的地方拍照。刚好你想要 plan 去韩国的话，看对了我的 vlog。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爽，因为现在韩国开始转凉了吗？好像在云顶这样。怎么在云顶还冷过云顶啊？说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来韩国一定要申请这个 Q code 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有 check 啦。说你在入境之前的3天前或者是2天前 apply 这个 Q code 就 OK 了咯。然后刚才我跟 Alan 也在机场那边买了 SIM 卡了啦。我们买的那个 SIM 卡是 eSIM 的，所以不用放 SIM 卡的。买他们的那个 SIM 卡是要插进我们的电话吗？这个不用的。eSIM 方便是在于你还可以 keep 着你的电话，然后又可以用他们的 data。我们三个老人家哦，懒得搭火车，所以啊，伊丽就在这个 club 那边哦 ，book 了这一个 van 车，带我们去那个 hotel 的。耶、yeah, ，这个就是我们来韩国住的酒店啦。哇，我跟你们讲，我们超级无敌幸运的，现在是韩国的时间大概10点罢了。本来我们想说在那边寄放 luggage 了之后我们去吃东西的嘛，那你知道我们讲可以 check in 房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把东西放在房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房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房间睡觉不好啦，所以我们就住的比较普通一点，对不对？躺着吧吗？啊，躺着吧啦。好，厕所是有 bathtub 的呢。啊，可以啦，它也算蛮宽阔，有国际插头的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插头是可以放的喽。说，耶、yeah, ，还有一个大电视。重点是我们的 location 就在明洞，下去呢就可以逛街、吃东西、买东西啦。地铁站离我们呢、啊、大概2-3分钟的距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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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看有没有那个摄像头隐藏。没有，我都没有。没有，你很失望啊。找到有才玩。啊？啊？不要玩呢喂！你现在是准备出门了，我还没有好哦。我在。OK 吗 ？OK 啊，很美呀、啊。耶、yeah, ，化了妆果然不一样，我变美了。我们现在呢要去吃早餐，去Tuan Chang Market 当地的算是菜市场吧，它里面是有卖海鲜啊，也有卖吃的。Before 去Tuan Chang Market， 给你们看看我第一天的路。这个衣服哦，买了很久啊，在淘宝买的。这个鞋也是在淘宝买的。这边真的是超级无敌多东西吃的，应该是 lunch time 啦，所以很多店哦，刚才在那边看到有很多人排队哦。都是吃的 ，Oh my god， 饿了饿了，哇！我们就是坐在这样狭窄的位置，享受当地人的早餐。我们就是这样子。mini 真的。现在呢，我要试这一个鸡脚跟这个应该是猪皮，很香，芝麻味跟它的辣酱不会很辣。五谷鸡爪，好吃，讲讲讲好吃吗？嗯，好吃。我这个很好吃，一定要叫。我去呢个鹅蛋好食哦。辣炒年糕，还有他们这个炒冬粉。我们买了甜点，它里面包的是 custard 酱。嗯，还有一颗 walnut。哇，是哇，里面还有一个 walnut 的。哇，我们又回来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东大门的。它叫东大门 Design Plaza DDP， 很好拍照这边。那这张卡如果你没有用好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回你的 deposit。进出用一次就要拿回你的 deposit 了。哦，是啊，这是新的，去不了的。哦 ，OK。六号出口就可以出来明洞咯。我自己本身已经也是有三年没有来过所有的明洞了，所以今天哦就来带大家看看现在的明洞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哦，这条街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全部的店都满的，然后现在都有蛮多间店就是没有掉，但是也有很多新的。嗯，哇，首饰的店。OK 啦，慢慢开始热闹起来了啦。鸡蛋糕，哇，这个是葡萄哎。倩颖的生日要到了，不如我们买她的撇撇给她吧。撇撇环保袋，生日快乐，倩颖。好像倩颖哦，倩颖每次背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PCE 的店，它不只有卖化妆品而已哦。楼上好像还有 cafe 了，忘记哦，太久没有来了。然后最近在抖音看到哦，他们跟这个 toilet paper 就是 crossover 的周边很可爱，冷天就是好，化妆皮肤都没有出油，但是我们的手啊脚啊都很干。像老人家了，走吧。记得来韩国，如果是冷天的话，一定要带 lotion。我们叫的是 cinnamon 的口味，它是脆的，很好吃，不会太甜，它蛮好吃。哦，哦，可以再买。之前我它冷凉啊，可是还是脆的。嗯。
Hello， 大家早晨啊！昨天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哦，我们就一觉睡到天亮，足足睡了12个小时，因为实在太累了。现在是韩国早上的8点钟，我们要出发去那个离首尔很近的蓝天公园去看这个粉黛乱子草。听说在9月到11月中，它会呈现粉红色这样子的。Before 出发，先吃个早餐。这条水很早就已经来到这边喝咖啡，很好吃啊，面包，你很美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早去？是因为听说，不听说啊，过了10点会很多人，再加上因为我们不要那么热去拍，我怕拍到东西。虽然现在韩国的天气是冷天，可是它的太阳类是跟马来西亚一样的。Alan 这个人呢，他是不会错过早餐的。过了吧，好赞。还有一点点像蜜糖的甜味，它上面有一点像我们吃那个 honey star 的那个味道。问了很多人，他们一直叫我们直走。所以如果你们来这边哦，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个 World Cup Stadium 啦，然后看到篮球馆，他叫我们一直直走。然后十字路口再过对面哈。是，这个安哥讲的前面罢了，有一点远哦。我们在对面，那我们就这样子走过来，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往前一直直走。天上公园，有车的不？哇，我们走到来这边坐 shuttle bus 上去，来回3000。然后原来这边哦，有几个公园的不？和平公园、天空公园、蓝之川公园。我跟你们讲啊，幸好哦，我们没有走路上来。拜托大家上来这边哦，记得要坐这个 shuttle bus 啊。小红书的东西嘞，看了之后自己也要做功课啦。因为我一直在我蓝天公园 ，Where is 蓝天公园？这边只有天空公园。无景无险，一景相嚟呢度，真的超美的。刚刚10点已经晒到不行了。我们是在这个 World Cup Stadium。我们是要来这个，其实很近吧的，但是走路很远。不要太过相信小红书啊，我跟你讲，就是你一直蓝天。超过10点之后，特别的多人啊！我们现在去下一站，大家记得早点来呀、啊，你看几多人排队。我们现在来到了 Hapjeong Station， 在弘大附近。一走出来很有日本的 feel。大家，这双 Gucci 新出的这一个饼干鞋太好穿了。今天早上我就是走到现在哦，我的脚不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它这双鞋超轻的，黑白的颜色哦又很百搭，所以你就搭什么衣服都没有问题。是的，大家，我又换了衣咯。我来韩国5天嘛，我带很多衣服来，如果不换的话好像有一点浪费，想要打卡拍照但是又不想重复的衣服，所以我是用心良苦的啦，难为 Alan。 Hello， 你是最好的，我看几枚那么多。走就是讲我们去的 cafe 哦，它隔壁原来还有 cafe 的哦。准备我哋冇再行前多几步，因为这件也是很美。为了给你们看，我们决定在里面吃一个蛋糕。我跟你讲啦，它这边已经很好拍照了的嘛。然后我们进来，原来它还有外面。
爽啊！哎呦，好可爱呀、啊，他的水。我们选择外面。哎，听讲我们刚才才从咖啡出来不到五分钟了。刚才我们在想哦，这里是不是装饰品？它是真的苹果。怎么有这么小粒的苹果呢？好叫啊！年轻人聚集地，潮牌咖啡，应有尽有。宏大每个晚上哦，这边是有人表演唱歌，才艺表演。外面很冷，我们要吃汤的东西来填饱我们的肚子。这一家的那个乌冬面是不错吃的。这边的可以自己拿自己的炸料，我叫的，哈哈哈哈。然后在这里你可以无限加你的那个葱，还有这个碎碎的。吃饱，逛好，来饮酒。他在这个，你吓死了。哇，这边也有一间这个 3CE。好大间的，哇！再这样看我会疯掉。它所有的口红颜色都好好看。这边最顶楼有咖啡，平铺咖啡。晚餐时间到，在我们的 Hotel G2 哦，走来这边大概十多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小巷，当地人最出名的这宵夜吃晚餐的地方。听说这边是吃烧烤啊，什么都有，都是 local Korean 的地方。妈妈想的朋友介绍来的。基本上吃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啦，就炸鸡啊、fish cake 啊、oden 之类的。哇，还有鱼。基本上他们的 menu 是韩文来的，如果你们不会看，不用担心。他们拿这个有照片的 menu。韩国当地人怎样喝他们的酒？倒了啤酒再倒 soju。我看到小红书哦，很多当地人都叫的这个鱼来的烤鱼，还有它的酱料。烤鱼啊，烧干了那种鱼啊，好像鱿鱼丝这样子干干的，可是它很香，它的辣椒酱好吃，好吃吗？好食冇？好系辣椒，好食哦，好香哦，好香啊！来了很辣。他没打喊了，但是要给钱嘛，所以。我们 order 这个是 garlic chicken， 这个雪麦还没，还有去腌过个雪麦啊，菌菌的，不是辛辣的蒜米，好吃吗？各位，刚我们吃的东西非常的好吃，对不对？一流啊！大冷天在这边吃东西，越吃越冷，越吃越冷。真的真的，如果不是很多人来的话，那建议你们先点一两份东西试试看，因为它的东西真的极别的大份，它的炸鸡啊那些全部东西啊只有一个 size ball， 很建议大家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 life。大家早晨呐、啊，今天是我们来到的韩国的第三天，今天依然也是要去寻美食跟咖啡的。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延南洞跟义山洞，然后刚才才 search 到原来和延南洞跟宏大寺附近吧。给你们看看今天第三天我的打扮，就是裤子、衣服还有外套是 Longchamp 的，很舒服，还有搭配我这个 accessory，
它是一个小零钱包，哎，很适合旅行用，就放你的 credit card 跟钱这样。不用放钱啊，用我的钱好了。不好意思，我的男朋友他比较比较真啊。然后今天我搭配了一个黑色的丝袜，这个黑色的丝袜呢，听说可以帮你瘦腿，好吗？对。就这样，谢谢。哇，先生，可以解释一下你今天的打扮吗？今天是跟那个一般上的韩国明星一样的，这个外套是 Uniqlo 的外套啦，然后里面这个是高领，也是 Uniqlo 啦，我里面这个 Heat Tech。也是 Uniqlo 的内裤，内裤是不是 Uniqlo？ 先讲裤子，先裤子也是 Uniqlo 啦，然后里面的那个 Heat Tech 也是 Uniqlo 啦，然后有一个 Gucci 包，然后女朋友是不是名叫 Uniqlo？ 对啦，因为 Uniqlo 哦，它去冷天的地方哦，穿什么都很舒服的，很保暖一下的。对，刚才看了是12、13度 ，OK 啦，还是帮我放那个音乐，哒啦啦。身高不可以，身高不可以。第一站我们来到了益善洞，我们那边的酒店搭一个站就 North 山四号出口，然后就到了这边的建筑 more on Hanok 的 style 的，比较复古的装修。这边穿着韩服拍照也是不错的。那如果你们来韩国情侣吵架想要发泄，可以来这边，这边就是给你枪击的。每次我们都有选择困难症，就不知道要选哪一间 cafe， 因为在我的左右手是不是有很漂亮的 cafe？ 第一家就是这样子亮亮的吃面包的，它里面的 environment 是这样的。然后哦，在我们隔壁有这个温 cafe， 它又有那种复古的 feel。你看 Alan 已经在那边拍照了，哒哒，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风格？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温 cafe， 因为我们。被他的这个蛋糕吸引，听说他的蛋糕是蒸出来的。Bamboo steam bun， 哎，这个可以 try 一下，很特别的。Sunny Earl Grey， 哇，它有图片呢，很开心啊，看到这里有图片。Cheesecake， 我们换了一个比较阳光好的地方，因为拍甜品比较美。Oh my god！ 哇！它是沾这一些酱，这个是红豆，这个是哈基嘛，这个好像是牛奶，很好吃。它的那个 cream 哦，奶油有一点点 yogurt 的感觉，可是它不会甜。我是不喜欢吃奶的人，可以接受到。他喝麦乐长大的。它蛋糕是在前面，上面有满满的奶油，我觉得有一点点被豆腐的感觉，绵密。一定要叫做 strawberry。麻辣蛋糕更重奶味。OK，Alan 在吃这个 bamboo 包，好吃啊。外面那一层煮的味道，蛮闪一下。蛮闪的，你吃看这个，这个你一定会爱惨。我那个甜品小王子来了。这样好吃啊，讲到这样好吃，真的，是不是？它的那个 cream 哦，是不是有一点点 yogurt 的味道？不会腻哦。yogurt 好像很水嘛，啊，也是一样很少的。它是结结的，对，好像吃蛋糕。我觉得我哋呢个系食 cream 多过食蛋糕，我反而觉得我食中意食个 cream 多过蛋糕，系咪？系咪？来到这边也可以逛下这间的衣服店，他们家的衣服超美的。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来逛这个益善洞，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因为很多东西看，然后很多很漂亮的咖啡，然后这边可以过时间啊。所以如果你们来韩国不懂要去哪里的话，可以来这边。咖啡哦，每一间都想进。
太多了，吃不完了。真的，我们不是故意来到这边一直去 cafe， 是因为这边的 cafe 哦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它的甜品也是很好吃，是不是？对，推荐指数十分，我打八分，我给九分。哇，我会再来啊，因为很多地方还没有进到去。哟，咸鱼咸鱼，梦梦想同咸鱼有咩分别？转转，我们还是在这边解决我们的午餐。没有，我们经过看到很多人吃这个 hot rice， 这是矮瓜，还有很多种哦，有牛肉、三文鱼的，哇，好有仪式感啊！这个是三文鱼饭，我跟妈妈想 share 的是，哇，因为我很喜欢吃茄子，所以我们就点了茄子饭。茄子有一点生，它这个是那种半熟的，需要时间习惯。因为它的肉碎跟饭是好吃的。好吃吗？好吃啊！不错，它饭粒粒粒很小。各位，我们这一站来到了梨泰院这边哦，走路的话可能会比较吃力，因为要上山的，所以如果你们来到梨泰院这个站哦，麻烦麻烦你们坐德士上来。现在我们到的时间是5:30，我们要赶快拍照，要不然等下下山。哇，这个地方就在这一个餐厅的下面，我们要去这个 pause， 因为 pause 它上面有那个露台，这边打卡拍照棒棒哒。刚才那个餐厅的上面也是可以看到景，然后这间 cafe 的 view 也是不错啦。我现在要拍照了，要赶上夕阳了。真的是很值得来的地方，因为刚开始我们不会早，所以就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一来到的时候太阳基本上是要下完山了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们想要拍照来讲，你们可以大概4:00坐在这边慢慢的看夕阳，一边拍照一边喝东西，然后晚上的 view 是不一样的啵，是不是？晚上超美，拍照也很美，平日的人比较少啦，所以你们可以坐上面。如果你们还要更高的话啦，你们可以去那个第一间的餐厅，它可以坐更高。梨泰院其实是一个站来的，然后它很大啦，但是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啦，你是要坐 taxi 去的。然后那个梨泰院那个站啊，其实是比较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你们也是可以 shopping 啊、逛逛啊、吃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来到这个可以看到风景的这一边呢，啊，你是要坐 taxi 哦，记得记得哦，不要走路。其实可以走，但是要走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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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坐 taxi 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是沟通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找好那边的 cafe 或者是餐厅，最好有韩国的那个地址，要不然他们看不懂你跟他讲英文，他可能会不明白，所以你们要准备韩文的名字或者是韩文的你要去的目的地的地址，就比较方便。早上啊，大家，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Anso Tower 的上面附近的一个 cafe， 它就在马路的旁边的，但是这个地方是要坐 taxi 上来的啦。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边呢？是因为妈妈想 Elise 她在 IG 发现到这个地方是很美一下的，它就是突然间在一个路旁有两棵很特别的树啊，是不是很有 feel 咧？其实这边哦，我看 IG 是有叶子的，问我是不是掉了。我觉得它那个叶子跟那个咖啡厅还蛮搭的，因为它这个叶子要不就是青色，要不就是黄色，现在呢逐渐变成黄色了啦，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呢借个景拍个照，顺便喝个咖啡。我们的照片跟 video 了，因为这边哦人来人往，然后跟很多车，所以我们必须等到它红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拍我们的东西。给你们看看一些作品，蛮美一下的这边，看是不是很美？
它里面呢有分 indoor 还有 outdoor 就是刚才我们那边外面啊，跟这边里面也是有 outdoor 的啵。然后如果你们怕冷来讲的话呢，还有里面，当然我们要选择坐外面啦。喂，我们在马来西亚那里可以有机会坐到外面，有这样冷是不是都在坐，真的太好太舒服了。在 cafe 的外面对面呢，就是首尔塔拉，没有上去的话可以上去看看的。现在我们来到圣水的这个站的地方，那个妈妈桑的朋友呢要带我们去吃生鸡汤。比利索他四面八方都有朋友的，荷兰的 Vivian 呢，然后现在是韩国的 Anders。 因为妈妈桑的朋友都嫁去外地嘛，所以我觉得国外有朋友哦是一件很幸福的东西，因为不懂的话可以问他们，就好像那韩国字啊，他的朋友可以帮忙写，叫那个 taxi driver。 为什么我们不是嫁去外国？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不是外国人？哎，对对对对对，日韩的混血儿。对对，我的男友是日韩混血。那个是个 DNA 说 Alan 有日韩混血的种，所以我的男朋友也算是半个混血儿。你要我变韩国还是变日本都可以？都可以，想要韩系的话就变韩系，想要日系的话就是。这个就是 Elise 妈妈桑的朋友了 ，Anna。嗨，안녕하세요。看你的脸哦。他们 Elise 亲鬼啊，亲鬼还讲你乌龟啊。幸好妈妈桑的朋友有在这边，全部都是韩文字啊。여러가지他讲有基本的，就是基本的那个生鸡汤，然后他有加绿豆，就是加不同的药材了，然后都是很好吃。哇，如果没有跟你来的话，哎呦，亲姑啊，安全安全哟。他们当地人呢，就是会放一点点盐。跟胡椒放肉吃，我们现在来到了圣水洞的 Dior Pop Store。 为了庆祝他们75周年呢，特地起了这个 Dior Pop Store。 然后呢，我也要谢谢妈妈桑的朋友 Anna 带我来啦，所以我今天特地为了这个 Pop Store 精心打扮一下。的生日礼物。Happy birthday to you！ 拜拜。拜拜。在那做工啊，你拜拜。那圣水这里有很多 cafe 的啵，也是 Anna 要带我们来的这个 cafe。哇，它有顶楼的。的，如果你的眼睛哦戴 contact lens 很干的话，这个是什么人工的眼泪？是，这个是 fresh 的牌子的，喺边度可以买到？边度都买到。哦，边度买到噶？有一个 outlet 嘅。佢系一种颜色啫啦。Yes。OK。因为现在的天气来到韩国特别的干，尤其是我们戴 contact lens 的话啦，你们可以滴这个人工的眼泪，让你的眼睛 bling 还可以看欧巴哟。
哇 ，Annas 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啊？你懂？金沙东卡罗苏吉。卡罗苏吉，然后这一个潮牌叫 Under Arrow。哇，我跟你讲，一定要来，里面真的是，你们自己看。吃酱油蟹，听说很好吃的啵，所以我现在进去 testing 一下。很鲜甜，一点腥味都没有。哇，好好喝，嗯。我敢吃生的东西。在点东西吗？不用点的，甜的，甜的。妈妈，还没，还没好食。哇，好介绍。这个是味也是很好吃，周三的大哥，今天呢我们要跟妈妈桑的朋友 Annas 出去啦。原本我们是想要去那个泉州玩一天，就是一日游的，可是那个泉州的车票齁已经卖光光了，然后我们本来要包车去，其实泉州离首尔呢要两三个钟的，想想下有一点赶，那么下一次再去啦。那今天也是会在首尔也 shopping 啊，去 cafe 啊，前几天呢在那个 Hongdae 那边 3CE 买这个口红颜色叫做 Breeze Way， 这个颜色超美，就是我现在涂的。我自己也是有画一些唇线啊，所以我的嘴唇就好像厚厚这样的，是不是？昨天我不是背了这个 Dior 的 Batman， 我觉得这个牛仔的材质啊，它真的是很适合日常用。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岩南洞，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Jamsil。 这个 Jamsil 哦，它是在 Gangnam 的， Gangnam 算是新首尔的一个高赏的地方，所以那边就有蛮多有钱人就住在那边，因为你去那边哦是不同世界的。来到那个韩国，你不懂要去哪里玩的话啦， Justina 跟我讲说，只要你去韩国有洞的地方，它就是很多东西看的。岩南洞、明洞，还有新沙洞，洞洞洞洞洞洞，有洞的地方啊，就是很好逛的。Who is this guys? Oh, sorry, it's woman. 哇，妈妈桑就是我认识这样多女人当中最帅的。你可以讲下今日你个装扮系？今日完全就系 Uniqlo 嘅世界啦。哦，好好好。And then 你个眼镜系 Jason Monster。哦，好好一个 Monster， 你系 Mommy Monster。我呢件都是 Uniqlo 的啦，我觉得今日的装扮真系好新潮。我里面哈，这个是 Heat Tech 来的，它是 Extra Warm 啦。所以如果你们秋冬的话啦，你们可以买这种薄薄的 Extra Warm。不要看它薄薄这样，它其实蛮保暖的。刚才 Elise 说她身上穿的那一件是跟我一样的，但是不同颜色，也是非常的保暖。那我这个类是因为给它挡风，因为这边的风还蛮大的，所以我就穿了这一件，不会那么的冷。裤子呢，我选择这个 Up 皮衬的颜色，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拥有。今天是 Alan 哥的生日，生日快乐！我们现在来到了禅寺洞，在我对面呢就是 Lotte World。哇！
昨天我在新沙东看到那个 Gender Monster 那边没有我的货，然后我来到了乐天，我买到了，是不是很好看？这个我喜欢它这个眼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框其实可能我有啦，但是这个颜色的我没有。我这款眼镜啊，它还有这个颜色，这颜色其实没有。哇，这个也是很美耶，它是带点蓝色，然后这边是透明的。房地产 Annas 又来了。哇，太壮观了吧，我们的午餐。我们的导游 Annas 呢带我们去看 Duck Duck， 然后讲这个一定要看了，这个一定要看了，然后哦，我们看到那一个 Duck Duck 的一点点的影子，他就很兴奋，哦都可以，哦都可以，看来兴奋的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导游。为什么这里会有鸭？这个鸭终于香港了。哦哦哇，他是否会来马来西亚呢？不会耶。哦，谢谢。哇，他们这边也是有卖这个 Duck Duck 的周边商品。大家，这个 Rubber Duck Project 哦，直到这个月的31号为止。来看看呢，因为很 cute。我们现在来到了岩南洞，这个岩南洞原来是 N 年前我跟 Alan 来这边玩的时候住的这个 Airbnb。这一边呢一定要来，是因为也是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而且也是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 cafe 的。Autumn 来了，那个叶子开始转颜色了。哇，好怀念啊，这个是之前我跟 Alan 来的这个 cafe。 原来我们之前住的地方叫岩南洞，什么洞都不懂，太多洞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岩南洞的 cafe layer， 超美啊，很大间啊。是在岩南洞的越南餐，我在小红书有看过，听讲是不错吃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吃。但是它这个 building 很美哦，可以来拍照。哇，看到很可爱的 Hello Kitty 盲盒，我要我要我要，那一个好像是50多，15,000 won。哇，谢谢你买给我。嘟嘟嘟嘟，喂喂，我是披萨。哦，这边没有披萨的。哇，我是披萨嘞。哦 ，Hello Kitty 这边。啊，卖披萨的 Hello Kitty。这个是 Alan 买的僵尸猫，不懂会抽到哪一个僵尸猫嘞。哇，真的是，哎，阿伟哟。OK， 他跟 Hello Kitty 一起。一样都系猫嚟嘅。还没有本种的，在披萨吗？旅行特别带它是因为它会把我送衣服，送衣服整个有鞋子塞进去，怎样有味啊？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这我不好了，看你放进去也是没有用，也是一小鞋子。你懂我介绍环节，冬天拿很多大衣呀、啊，很难收 luggage 的。来，没有，你搞嘢就可以帮你吸出啲勇气出嚟。Vitamin 没有的。OK， 现在早鸟优惠啊，买这个 set， 带这个人去旅行，我们扣半价。啊，这个送你一个 cos， 收拾衣服。我们关完了之后，打开这个窿，转，转。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东西了，它就会嘘。
我敢了讲啊，我是个超级无敌懒惰收行李的人。我一到了那个地方酒店，我的衣服就哇哇哇哇哇哇。所以也跟我一样，请举起你的双手。没有人会举起双手。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刚还这样厚的，它现在变成扁扁喽。这个超级无敌好用。这边哦，我里面塞了差不多有五六件衣服，有三件是厚的，它都可以洗到这样，所以帮你省空间。那你们有兴趣的话，上链接买它，送它。我要买。它好的时候啊，就会自动关了的，变青色，然后你就可以丢去你的行李箱喽。菜很甜哦，菜的真的很好吃。Hello，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喽。我的韩国之旅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如果有去韩国玩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影片。然后也要谢谢妈妈桑的朋友 Anas 拉到我们去很多地方玩呐、啊，因为他讲韩语的关系，所以我们去哪里也比较方便。然后也要谢谢妈妈桑，也是找很多很多美丽的 cafe 让我们去打卡拍照的。哎，妈妈桑哎，谢谢。谢谢我啊，快点啊！谢谢我。哦，对对对，也要谢谢 Alan 帮我拍了那么多的照片跟 video， 已经去厕所了。So， 今天影片就这样啦，拜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要去哪里？耶！